赵丽颖因一个礼拜没见到想想，冲冯绍峰发脾气，原因让人笑翻。众所周知，娱乐圈低调夫妻不在少数，但低调成赵丽颖和冯绍峰夫妇这样的实属不多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的国民度非常高，连录制节目时都有路人时时问冯绍峰赵丽颖的情况。近日，冯绍峰做客某节目，在接受采访时候谈起老婆赵丽颖时，冯绍峰一脸骄傲和自豪了。不过随后冯绍峰也是委屈地说道，不过如今的丽颖变了，上次因为她拍戏的原因，好像有一个礼拜没见到想想，居然冲我发脾气，这也是让网友疑惑不解。随后冯绍峰也是解释道，丽颖说我不来事，居然微信和想想视频都要她叫。当然随着时光飞逝，你会发现曾经那些不被看好的夫妻都活成了让人羡慕的爱人，只不过相比有的爱情轰轰烈烈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有些爱情低调且平淡，但细水长流才是真，或许赵丽颖冯绍峰正是如此吧。